take my hand, hold it tight. I will protect you from all around you. I will be here, don't you cry. For one so small, you seem so strong. My arms will hold you, keep you safe and warm. This bond between us.TVBS 的镜头中祝永远幸福美满，有一家。谢谢，天天快乐，谢谢，谢谢，谢谢。
是。Thank you.
掌声好吗？谢谢我们佑恒。所以现在呢，就邀请所有好朋友，让我们更快热情掌声，欢迎我们新人古赏信古大道。在这么多时间里头，两人累积出的是彼此的默契还有情感。在我们今天所有家人朋友的见证及祝福之下，他们的爱情非常的圆满甜蜜。所以再次的邀请现场所有好朋友，让我们再次给我们新郎新娘热烈的掌声，也邀请两位来到我们的香槟塔蛋糕塔的前方。在此刻，他们来透过切蛋糕的方式，许下彼此永恒的誓约，共同画下这一道蛋糕，代表的是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他们都能够牵紧彼此的双手，共同来迎接生活带来的每一个挑战。也再次邀请现场的好朋友，他们再次给我们俊宏和瑜伽热情的掌声，并且邀请两位回到我们舞台的中央。朋友，你们温暖的掌声，让我们共同热情掌声欢迎我们男女双方主婚人共同来到舞台上方，掌声欢迎。ただいま紹介いただきました鶴瓶の川口でございます。我就是刚才咱们介绍的台湾车辆的方口。本日は新郎挑戦数、それから新婦両小姐ご結婚誠に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して、ご両家の皆様には心よりお祝いを申し上げます。今天是新郎俊宏先生及新娘瑜伽小姐的结婚大典，由衷的祝福他，也对我们两家亲属致贺之意。お二人のね、出会いのきっかけというのは、スポーツ的な趣味に働くこのイベントに参加した、そこが二人の出会いのなかったようでございます。我们两位家人的相会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一个兴趣，也就是在运动方面，所以今天能结为连理。新郎のお年をお聞きしますとね、38歳ということなので、まあ、ちょっと結婚できる期からすると、ちょっと遅いかなという気もす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あ、今日ここに素晴らしいカップが誕生したわけでございます。听说新郎已经38岁了，才结婚，感觉上有点晚。只要他以他的人生的经验来鉴定他整个家庭的幸福，相信大家还是会很羡慕他的。シンクさんの実家はね、ゼンポーさんという会社を経営されていまして、まあ、ここは私たちの会社と非常に深い取引があるところで、いつも大変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で、この会社は台湾だけではなくて、タイにも進出されましてね、非常に成長している会社でございます。新娘的娘家也经营了全梦公司，他跟我们的往来非常的密切，而且。他除了台湾工厂以外，也承进了那个泰国工厂，他在泰国的工厂也持续的在成长中。今まではね、恋人関係という、まあ、そういう絆だ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今日からは家族ということで、まあ、明るい家庭を築かれてですね、子孫繁栄に頑張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所以希望今后还是有这个长久的。お二人のね、末永いお幸せと、ご両家のますますの発展を祈念いたしまして、私のお祝いの言葉と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就是祝福今后家庭幸福吧，为下代的子孙更加努力，坚持之道。恭喜恭喜恭喜！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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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
新郎新婦そしてご両親の皆様、ご結婚本当に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我是台金公司的唐阳董事长。那今天这个盛会能够来参加，非常的高兴。那今天也谢谢成功公司对台金一些的支援，所以说我们的公司非常的一个顺畅。那在这边也祝福我们的新人能够非常的成功，新年快乐。哎，このようなおめでたい席にお招きいただき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柔道中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那我们这次能够邀请参加这次盛会，在这边非常的非常感激，也谢谢刘董事长的邀请。私から新郎新婦にアドバイスさせていただくとしたら、これから長い人生活うまくやっていくには、やはり時にはね、不自然なすることも何かもありませんけども、まあ、お互い、相手を本当に相手をして、在这个机会，这个机会能够怎么样建立我们的新人，能够在我们的新婚生活的当中能够有往后能够非常的顺利。那在这边，我只有一个建议，也就是说，假如说意见或者是说我们探讨不同的时候，首先能够体谅对方的情况，然后能够让他一下，这样子的话，我想他们的一个生活应该非常的顺畅才对。まあ、最近例えばですね、失敗ない仕事があれば、次にはね、相手の力を分かってくるということはね、とても大切だと思います。那当然，这个我们以我们茶壶团队来讲，首先我要注意，我要使力的时候，那当然非常的全力去做一个拔河的一个动作。那假如说有的时候也请把这个机会让给我们的一个期待的对方，那这样的情况应该会非常的顺畅才对。我感觉呢，温かい風を注意してください。我虽然不消遣。那在这边我也祝我们各位亲人能够白头偕老，永远幸福，然后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家庭。簡単ですけど、私からの挨拶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した。那我非常的简单，在这边就是祝福我们的各位来宾也身体健康的幸福，谢谢。谢谢，谢谢唐氏董事长以及刘新宏所长。那接下来呢，也要再次持续来借用现场嘉宾朋友的掌声，让我们来欢迎我们女方九归人，我们刘爸爸。新娘子是我们俊宏的妈妈，那我跟我的爸爸刘金莲跟妈妈以及今天的那么多的贵宾跟我的兄弟们，大家好。好。真是的，我们都是今天相当的感动。那么平常呢，常常站在台上，老实说我讲话不会紧张。那么今天连站在我旁边的女儿都会听到我心跳的声音。那么谢谢。那么除了感动之外，还是感动。那么更感谢那么多那么多的贵宾在繁忙之中能够用这个中午最宝贵的时段来跟小女做最深的祝福。刚刚也感受到大家的热情，也听到我们川口总经理跟我们长良董事长的祝福。怎么样走下去就是我们聪明灿烂的人生，跟各位叔叔伯伯亲友们一样，今天的笑声那么的甜美，那么的灿烂，是从中感谢各位首要的一个祝福的心理。那么在这边也看到各位桌子也坐满满，从中心里面相当的不舍，因为餐厅桌数真的有限。那么在这边深深的各位说声对不起，让各位挤成一团来跟洪州家族、跟俊宏、跟余家来祝福，更感谢有那么多温哥华
加拿大的温哥华、多伦多，甚至于从美国、从日本来，而且还有从韩国、香港各地来跟 Jenny 来做祝福的贵宾。前几天也感受到我的七仙母哥，他有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帮我们做了很多的祝福的花，希望祝福我们圆圆满满。更感谢一位贵宾，我们黄品集团的殷总经理也来参加我们的喜宴，感谢你，谢谢。那么除了感谢的话之余呢，怎么讲也讲不完。等一下，我们把酒言欢，在这边感谢很多人，感谢很多人，当然也感谢我的七仙的乐团，我的四哥、五哥、六哥。萨克斯乐团刚刚为我们提起介绍的，也是我们的名嘴，我们江州镇副董事长啊，我们的师哥在后面啊，我们掌声感谢他一下。啊，那等一下他也会来帮小弟我来介绍我们今天的各位贵宾，一一的来感谢今天的各位贵宾。除了这个之外，我也感谢那么多亲朋好友的祝福之外，也祝福大家天天快乐、平安喜乐。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谢谢罗老板。我们台上幸福圆满大家庭呢，要来到舞台上，以举杯的方式向现场的朋友来表达感谢之意。主持人倒数三、二、一，请干杯。如意。而接下来摇摇